多少？8800。安雅是什么超值的拍卖品，让伙伴杀红了眼，不断加码竞标？从法国巴黎新鲜直送的。各位，你看，连这个 logo 老师买来完全没有用过。原来是创办人翡翠直系直销商尤艳琪的珍藏精品，而这拍卖不只要让好物顺利成交，还要做爱心，让拍卖官叫得开心，伙伴买好货更开心，因为拍卖所得可以帮助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照顾的弱势小朋友，那可就开心的不得了了。这头拍卖还在进行，另一头的皮包衣服已经有许多试货的人在精挑细选喽。去买了，去买了，去买了。哇，可大可悲可急耶，真的超悲哎！这边都是100，来看一下衬衫，好看的衬衫。100块钱哦。其实这些义卖品可不是家中不要的东西，全都是安利伙伴从家中拿出的珍贵收藏，为了能帮助更多需要的人，就只好忍痛给他统统捐出来。有好货当然还有美食，来哟来哟来哟，伙伴热热闹闹，好开心，快把屋顶给掀开了。因为这一天是新教室首度开张，没想到选择从爱心义卖开始，得到的是这么大的回响。教室重新从旧的地方搬过来，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未来，然后带动大家从心开始用，从爱心发挥，然后让每一个人因为年关到了，到心里获得满满的爱。然后也能够让来年每一个人，心想事成，什么都是最好的。真是太棒了，是一个新的象征，从爱心开始。这个金青年想必大家都有，满满鸿运。安心微笑，听杨静新北报道。